过，就是那种小时候你经历的一些事情，但是你长大之后再去跟你身边的人确认的时候，大家都不记得这件事情，大家都说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，但只有你一个人记得这件事情。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就是跟这个有关，大概是我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，我们小学附近有医学院，每个星期五因为早放学嘛，我们一帮小屁孩就会跑去那个医学院玩，因为那个医学院呢很大的花园。又有一个星期五下午阳光特别好，我跟我当时的死党两个人加上其他一群小孩就去玩，当时也是熊孩子，反正就喜欢挂在那个树枝上面玩荡秋千那种东西，就不亦乐乎你知道吗，现在想来就是破坏绿化，不要，不应该做这个事情。玩得正开心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我闺蜜在看一个东西，突然站着不动了，她就在看着远方那个东西，然后我去看她在干嘛，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，我看到一个老头，我们俩站在花园在这儿，然后这里站着一个老头，这个我们俩就看着个老头，这个老头在干嘛呢，在放风筝，他的手里拽着一个很长的一个线在放风筝，然后那个风筝飞得挺高的，当时吧可能是没见过世面，因为平时爸妈都很忙，不怎么出去玩，都小时候都宅在家里看书啊什么的，几乎好像没有接触过风筝。然后我们两个小女孩就看这个老头看风筝，然后我们就看得出神入化。那我们俩回过神来的时候呢，就不知不觉已经站在老头身后了。那时候这老头就回头看我们俩，他一回过来那张脸我现在还记得，就是一张布满皱纹的脸，有点可怕。那个老头看我们有两，他就问了一个问题，他就弯下来说，你们俩小玩吗？我们俩想不想玩那个风筝，我跟我闺蜜俩对看一眼，满脸写着想玩，但就不好意思说，然后我们俩就点点头，然后这个老头就想了想，他说，我这里只有一只，还有一只在里面，你们跟我去拿。然后我跟我死党两个人想想，跟他去拿，去哪里拿呢，他就指指里面，反正说完他就走了，意思就是让我们俩跟着他嘛。他就往那个医学院的楼里面走，那个楼里面我们就从来都没有进去过，因为我们每次都是在外面玩的。我记得那一天阳光特别好，天气很好，一楼的一个走廊，他就走进那个大楼，瞬间我们俩就凉快了。进去之后呢，一条非常长的走廊一通到底，然后到底就是一扇门，那个走廊特别特别长，然后两边放着什么呢，放着两边就一罐一罐一罐放着那种透明的，一开始我没看明白，后来我看明白了，我简直毛骨悚然，就两边就是放那种泡在福尔马林里面那种器官你知道吗，就是那种，就是它一条很长的走廊，然后一个一个装饰就放在两边，你能想象吗，我们俩一边走一边整个走廊里非常的安静，然后阳光照射进来就打在那些福尔马林的器官，还有那些 好像是有婴儿胚胎什么的那种东西，就是我们两个看不懂是心脏还是肝还是五脏六腑，然后我就知道反正是身体里面的东西，然后我们俩就越走越害怕，越走越害怕，这老头就一个人在前面走，也不回头看我们俩，然后我跟我闺蜜俩就对看，就想说我们要是走到这个尽头了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就眼看我们就要走到头了，他已经要开门了嘛，我心里就冒出个念头，想说等一下我们进去拿风筝，他把我们俩也做成了那种泡在福尔马林里面东西怎么办啊，然后脑子就冒出这个念头你知道吗，但是呢我又不敢跟我闺蜜说，然后我看他在走呢，我也只能跟着走了，然后我们俩就走走走走走，反正走到头了定下来，那老头掏钥匙开始开门了嘛，我那一刹那，然后我闺蜜相视一眼，然后就哇的很有默契的大叫一声，就扭头就听到那个老头说，哎你们俩就在叫我们嘛，但是我们俩头也不回的拼命就跑出去，一路跑到外面抽起书包立刻就往回家冲。然后长大之后十几年过去了，有一次我就跟我闺蜜说嘛，我说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那个医学院遇到那个放风筝的老头，结果他把我们带到器官的那种标本的那种走廊里去拿风筝的事情吗，结果我闺蜜说没有啊，没有发生过事情啊，明明发生过呀，这我记忆里很清晰有一件事情你知道吗，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说那是非常鲜明的儿时记忆，我始终还记得那个地方的样子，虽然我后来再也没有回去过那个地方，但是每每想起这个事情我就觉得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，但他竟然跟我说完全没有这个事情，他到底是他记错了还是我记错了。那个地方就是造的非常有点像北京的宫的那种感觉，但是我们在上海嘛，也是放学就要去那个地方玩，我们就在里面钻来钻去，突然开辟出一条秘密通道，是我们自己在树丛里面钻来钻去，有一次钻来钻去一钻，突然钻出去发现，哎，怎么是一片就是园林，里面有
湖，然后呢还有亭子，不知道是这个地方原来就有这片东西，还是说它真的是躲在这里面造的。总之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就觉得是发现了新天地，因为我们本来是一直在外面那一块很大的台阶很大的宫殿那边玩的，结果没想到穿过树林里面也还有一片这样的天地，就小孩就觉得特别有一次发现了秘密基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有一次也是我跟我当时那个闺蜜，就是医学院失忆的那个闺蜜，我们俩玩的实在是太渴了，然后又没有水，那小时候脸皮很厚，我说我们找一家人，我们去问别人讨点水喝吧，还真找到一家就是小木屋的那种破破的房子，然后我就敲门，我说叫一个阿婆开的门，我说阿婆我们口渴了，可不可以给我们点水喝，阿婆就让我们进去坐了。那个房子是里面都是木头的，旧旧的，椅子还是那种 bench， 就是那种没有靠背的，就是鲁迅的那种孔乙己他们那种茶馆的那种板凳，你们知道吧？我就坐在上面，就印象有那个画面，那个婆婆给我倒水喝，那个的瓷碗是那种很传统的，每家每户都会有的那种，有红红的花的上面那种瓷碗，那个画面我印象很深刻，因为那个小房子又破又老，我就觉得很神奇。但是这个事情吧，我闺蜜说是我自己妄想出来的，因为她说她完全没有这个记忆。关于那个放风筝的老头这个事情，我是100%确定的，我确定就一定发生过一件事情，因为这件事情我记了很多年了，那个阴影到我现在还有。但是对于这个去老婆婆家讨水喝这个事情，被她一说我有点动摇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是想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呢，也就是跟大家讨论讨论，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，就是一些记忆你觉得是真的呀，千真万确发生过，可是你跟你身边人去认证的时候，他们说没有，没有这个事情。如果就是今天的睡前故事，这个如果硬要总结一下的话，我觉得第一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跟陌生人说话，要跟陌生人讲话，现在人贩子特别多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小时候是怎么活下来的。第二就是要有一个跟你胆子一样小的闺蜜，是，如果说当时我朋友胆子很大，一直怂恿我说走走走去去去，或者说我要逃的时候他把我拽住，我真不知道后来能发生什么事情，搞不好就是要闯祸。关于第三点，就是关于记忆里模糊的这个事情，就是你有印象但是别人没有印象这个事情，大家请一定留言告诉我，解答我多年的疑惑好吗？今天的睡前故事就到此结束啦，是 Pocket 晚安，做个好梦。